大家好，啊、呃，我是香港汇利证券跟汇利资本管理董事王伟杰，啊、呃，今天很高兴又可以在线上跟大家，呃，分享我们对美国大选以后港股跟 A 股的投资展望。好，啊、呃，这是呃一般的风险，呃，披披露声明。 然后呢，我在开始今天的，因为现在呃，我看到线上已经有差不多一百人啊、呃，超过一百人在看我们的啊、呃、直播啊、呃，应该还会有更多的呃朋友加进来。首先呢，我会做一个呃问卷的调查，想看看大家对二零二一年明年呃 A 股跟港股你们的看法是。 看好还是不看好，还是没意见？所以现在可以大家去做一个投票啊、呃，把你自己呃对明年 A 股跟港股的看法做一个啊、呃、投票，让我知道啊、呃、现在听我啊、呃、这个呃呃报告会的朋友是呃看好为居多还是不看好？呃现在可以去啊、呃、投票。 你们可以用那个 polling 那个地方，就在这里去啊、呃、按看好还是不看好，然后就啊、呃、如果没意见的话，也可以啊、呃、选择没没意见。还有多久？我们让他们去投票。呃，十秒钟，大家可以去去投票。是那个结果呢？ 哦，呃，你们现在还有十秒、九秒、八秒、七秒、六秒、五秒、四秒、三秒、两秒、一秒。好，我们完完结了这个投票，看看这个投票结果，可以看投投票结果吗？啊。 诶，有八百百百分之八十一的啊、呃、投票的，刚才已经投票的人啊、呃、表示看好明年啊、呃、A 股跟港股的表现，只有百分之八的啊、呃、投票姐表示不看好，啊、呃、没意见的是百分之十一。至于啊我个人我们啊、呃、香港怎么看 A 股跟港股明年表现呢？啊、呃、我们在以下就跟大家分享，OK。 那今天的内容包括这几方面。首先呢，我们留意到就是在美美国大选以后啊、呃，出现一个情况，就是风险的汇纳那个汇口 risk appetite 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这个会是一个主主主足了啊、呃。对于明年 A 股跟港股投资啊、呃、方面，我们的看法是那个风险汇口的。 回升是一个主要的影响的因素，啊、呃，另外一个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回顾啊、呃，最近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和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的那个前景，还有啊、呃，最近呃，中国提出这个双循环 d u e Circulation），究竟双循环是什么？怎么解读这个双循环？还有它的那个？ 影响在那方面，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分析探讨。另外就是会跟大家回顾 A 股跟港股的走势。然后呢，啊、呃，我们未来看啊、呃，因为过去今年上半年我，我呃跟大家做这个线上的啊、呃、讲座啊、呃，我们比较看好是一直看好新经济的股份，New Economy Stocks 啊、呃。但是明年呢，可能出现一个。 啊、呃，情况就是新旧经济的股份会双轮驱动，就是啊，旧经济股份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啊，所以啊，其中一部分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新旧经济股的双轮啊驱动，然后最后就是一个个股的推荐给大家。 好，先说这个风险汇纳的回升啊、呃，这里也提提，如果大家有问题想啊、呃、问我，我在讲完整个讲座以后呢，会有一段时间是 Q&A，就回答大家关呃的提问，所以大家可以先把问题在 Q&A 这部分呢啊、呃、写进来，呃留下你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啊、呃、选择一些比较多人问的问题去啊、呃、解答。 好，呃，刚才提到，呃，影响二零二一年的，我是看好的啊，啊、呃，所以我是跟百分之八十的，我是站在啊百分之八十的那一呃群人的那一边啊、呃，我是看好二零二一年 A 股跟港股的前景，因为在美国大选以后啊、呃，其实呃，或者是这样说，是在今年啊、呃、影响 A 股跟港股的。 不明朗因素最近都啊、呃、开始见到有啊、呃、有所消失，比如说美国总统大选啊、呃，终于已经有了这个底定的啊、呃、格局啊，呃，特朗呃特朗普呃总统已经松口接受了。 拜登啊的呃,呃胜选胜出这个大选的一个啊、呃、一个结果，而啊双、呃、方将会在啊、呃、开始已经开始那个交接，所以呢，虽然啊、呃、特特朗普可能还会打这个啊、呃、法律呃战，但是我们认为呃基于这个总统大选的不明朗因素已经啊、呃、可以说是啊、呃、大部分消除了。 啊，所以这个不明朗因素的消失会让这个风险汇口啊有回升。另外就是市场一般的看法是，如呃、啊、在拜登啊接一接任美国下一任四十六任的总统以后，中美的紧张关系或者会有所呃缓、啊、解啊，这个有改善中美的紧张关系。另外呢，最近有很多的。 报道就是说，不同啊，制要公司的疫苗已经问世在望啊，明年估计在上边上半年，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啊，COVID-19 的那个疫苗啊推出啊。而最近美股啊升了不少啊，这个到中呃曾经上破三万点，其中一个利好因素就是对疫苗。 面面细的一个啊、呃，乐观的憧憬憧憬，呃，第四个利好因素是联邦储备局，因为现在美国虽然说疫苗快快将会推出，但是呢啊、呃，那个疫情还是在加剧，欧洲、美国现在这个啊、呃、新冠的疫情非常的严重啊、呃，所以呢。 啊、呃，那个经济还是不稳定，所以预计呃，美国联邦联联准会联储局呢会维持货币宽松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呢，其实在今年第二季啊、呃，这个新冠疫情受到控制以后呢，已经开始明显的啊、呃、反弹啊、呃，明显的回暖。OK，刚才提到。 那个风险汇口的一个回升，其实大家以后可以参考这个走势图。这个是什么走势图呢？这个是美国的十年期的国债的啊，U、呃、的那个啊、呃、，Treasury Yield，就是国债的啊、呃，资息率啊、呃。当这个资息率下跌的时候，代表啊、呃，资金都流入在在债债券市场去啊、呃，寻求避难所。 啊，所以代表那个风险汇口不好。当这个资息上升，过去三个月我们看到那个啊、呃，十年期的美国国债资息率啊、呃，从大概零点六啊趴上升到现在啊、呃、接近这个零点九趴，零点啊八到零点九八，就反映啊、呃、这个呃市场的风险汇口啊、呃、正在改善。 呃，原因呢有这几个，一个就是刚才提到新冠肺炎的疫苗会啊、呃、推出，另外就是美国政府啊、呃、或者是各国的央行啊、呃、会推出继续推出适度的财政支持，然后联组局呢隔拍的政策立场，还有预期的经济出现。 啊，V 型反呃复苏都啊让这个资息上升，呃、啊、风险会口呃进、啊、一步改善，所以我们预期现在那个十年级的国债资孳息大概是在啊零点九趴呃这个水平，我们预计明年底的时候，美国十年级国债资息率会上升到一点三趴啊一点三厘。 另外看呢，这就是两年期的，这个是两年期跟十年期的美国国债的那个资息的曲线啊。如果啊、呃，这个曲线越抖峭啊，steep h、uh, 的 steeper 啊、uh,，it is 啊、呃、代表如果是越倾斜的话，那代表风险汇口是啊、呃、不断的啊、呃、回升，不断的改好啊。呃 呃，现在这个呃，两者之间两年级跟十年级国债之息的曲线，这个息差啊、呃，大概是七十个基点。我们预计明年这个啊、呃，两者的啊呃,呃利的息差会扩宽到一百零五个基点，那就是说啊、呃，十年级的会升到一点三八，而 两年期的大概会升到啊零点二五帕啊这样，所以两者之间呢会有一个差呃呃一个息差啊、呃、会扩啊、呃、扩宽到一百零五个基点啊、呃，所以这两个关于美国国债的那个走势呢啊、呃、我们会来啊、呃、会紧密的去。 啊、呃，留意是不是继续的啊，从、呃、向着我们预期的方向，就是那个风险汇口的啊、呃、进一步的改善而呃发展，所以我们会留意啊、呃、这个十年级国债的孳息，还有那个啊孳息曲线的变化。 另外一个反映啊市场风啊啊风险汇口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华尔街啊恐慌指数，就是那个 VIX 啊 Volatility Index。最近这个华呃、啊、华尔街的呃、啊、这个 VIX Index 呢、啊，是跌破了二十，在啊上星期五十一月二十七日最低见到十九点五二啊，是今年二月以来首次跌破二十。 那啊，恐慌指数越高，代表市场的情绪越恐慌啊；越低呢，就代表市场啊感到很安心啊。那个风险汇口，对于是啊风险资产，因为股票是属于风险资产，而新啊 A 股跟港股呢。 啊，特特别是 A 股是属于新兴市场 （emerge emerging markets），所以市场的风险汇口的改变，对于 A 股跟啊港股这样的啊风险资产的价值的变化，会有一个重要的影响作用。那未来我们认为，在没有新的不明朗因素、利淡因素啊出现之下，那个 VIX 很大机会会。 啊，像啊、呃，今年年初的时候啊，大部分时间是在二十以下的，是在大概啊十五到二十的低水平。那代表那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股市是一个利好的啊呃,呃，一个情况。好啊、呃，我们刚才从这个债券和 VIX 的走势去啊、呃、分析这个。 市场的风险汇口啊正在啊啊改善。另外，我们再跟大家看看中国经济的表现和未来的展望。那呃，中国第三季度的经 GDP 啊是增长百分之四点九。我们看到黑色这一条线就是呃中国的 China 的 GDP 啊，经过第二季度的一个负增长，马第三季度呢出现一个 V 型反弹啊，第三季度。 是增长百分之四点九，另外蓝色这条线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所谓的李克强指数，李克强 index 啊，因为啊、呃、GDP 本身它是从这个出口啦、固定资产投资还有啊、呃、消费啊这些啊、呃、成分组成，但是有呃另外的经济学家啊、呃、在既定所谓的李克强指数。 啊、呃，它的组成部分是三个组成的部分，四成是银行的贷款啊。如果银行贷款增长越快，代表经济活动啊越越好。另外四成呢，就是电力的啊发电量 （electricity production） 啊，也是代表那个工业啊对电力的需求增加。然后呢，百分之二十呢，就是铁路的运输啊 （rail freight）。 啊，这个也啊反映在贸易、物流、出口方面的啊表现。所以如果看两者呢，最近它是蛮一致的啊。呃、啊，这个 GDP 的 V 型反弹在，在啊李克强指数的走势也是出现一个啊 V 型的啊回升啊。而且呢，呃、啊，首三季度的呃呃、啊啊、那个。 GDP 啊，经过第三季度的啊、呃、回升之后呢，首三季度也从负转正。OK 啊、呃，在今年如果我们看第三季度的 GDP 表现，在主要的经济体里面，中国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啊，因为其他的经济啊、呃、那个 GDP 都是啊、呃、呈现一个负增长。 我们看到英国啊，还有法国的，法国的那个经济负增长啊，非常的厉害。但是相呃中国的经济百分之四点九的啊、呃、正增长，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另外，根据 IMF 的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呢将会萎缩百分之四点四，但是中国经济将会增长百分之一点九，这个是。 二零二零全年的一个预测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一个主要经济体。那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可以有一个啊、呃、回暖的表现？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啊、呃、固定资产投资，还有啊、呃、那个外贸，还有消费三方面都看到有强力的啊、呃、反弹。 呃，这个是全国固定资本投资，今年一到十月份啊、呃，在其实在，在啊九月已经开始由负转正啊，头九个月是增长了百分之零点八，然后投啊、呃、前十个月增长百分之一点八，其中很大部分呢，除了基建以外，就是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所带动。啊、呃，房地产呃开发投资实实在。 啊，六月已经啊，呃，前六个月已经重复转正啊，从增长百分之一点九，现在加快到增长百分之六点三。另外呢，呃、啊，因为那个房地产开发投资啊快速的增长，原因呢就是商品房的销售啊也重复转正啊。我们看到蓝色这一条是销售额从。 八月开始呢，啊，已经啊是从负转正，最新呢是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八，啊，这个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呢也开始啊持平了啊，不再下跌，呃、啊，最近这个大陆的商品房销售呢啊。 表现是不错，所以最近有报道，啊、呃，中国政府可能又会出台一些啊、呃、限制贷款的一些政策去、呃呃呃，去啊压啊降温啊，是让这个啊、呃、房地产市场降温。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坏坏消息，因为它反映的就是啊、呃、这个景气啊、呃、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景气是好的，所以还才需要去推出一些降温的措措施。 而且从降温的措施去看，长远去看，如果没有降温措施，那个泡沫啊、呃、形成越滚越大，对啊、呃、这个市场的长啊、呃、前景反反而是不好啊。所以有一些降温措施，反而是我觉得是健康的一个一个举措。另外呢，我们看到国房景景气指数，这个是反映啊、呃、开发商对未来的。 半年的那个啊、呃、市场前景的一个看法看法啊、呃，如果在一百以上是代表他们是乐观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年有一部分时间啊、呃，第一季度因为那个疫情影响，所以呢那个景气指数曾经跌破一百，但是最近已经升回到一百，而且呢十月份一百点五呢是今年啊、呃、去年十二月以来。 啊，最高的水平。另外呢，就是看到商品房的待售面积，就是库存那个 inventory 啊，还没卖出的那个啊商品房。 呃，在十月底的时候，已经降到四亿九千四百万，比九月底减少了八十九万平方米，所以这个代呃商品房的代售面积也是稳定的减少啊、呃，这个对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利好。另外，消费方面呢，我们看到从八月开始呢，啊、呃，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是那个 retail sales 也从 负啊、呃、变为正数啊，而且过去两个月，我们看到那个增长速度是明显的加快啊。其中啊、呃，这个网上的零售额今年一到十月份是有双位数的增长，增速比前九个月提高了一点二个百分点。其中实物的商品实物商品在网上的零售额啊、呃、增长百分之十六。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已经接近啊、呃，已经到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二。我们预计啊、呃，现在啊、呃、都说这个电商啊、呃，电商发展的势头，未来在中国啊、呃，那个网上啊实、呃、物商品的网上零售额占呃社会消费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的比重。 我们的目标是三成啊，还会继续上升啊，比重升到三成这个水平。另外呢，我们啊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到，今年前十个月中国的啊外贸的情况，进出口总值是二十五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呢也是正增正增,增,增长啊，增长了百分之一点一，而且连续五个月是实现正增,增长。 其中出口呢是增长百分之二点四，进口轻微的下跌了百分之零点五，而贸易顺差呢就扩大了百分之十六点九。如果单看十月份进出口的总值同比增长百分之四点六，其中出口表现非常的强劲，增长了百分之七点六，进口也增长了百分之零点九，而贸易顺差呢？ 达到超过四千亿元人民币，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九啊！所以在外贸方面啊、呃，今年以来中国的外贸表现是表现不错的啊。其中我们看到现在啊、呃，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对东盟啊、a s i a n 啊、欧盟、还有美国、日本、韩国等重要的贸易伙伴。 进出口都全部的实现增长，呃，东盟保持中呃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贸易总值今年呢啊、呃、头前十个月是增长了百分之七，占中国外贸总值百分之十四点六，第二大的贸易伙伴是欧盟、呃、啊，占百分之十三点九啊，今年前十个月那个总贸易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五。 中美呢，现在就排第三啊、呃，美国排第三啊、呃，占那个外贸总值是百分之十二点三啊，今年以来呢也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九，所以虽然啊、呃、这个贸易战啊、呃、的影响对那个啊、呃、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也没有暂时没有太大的那个啊啊、呃呃、不不良的影响。好，啊、呃、由于出口啊。呃 向好，所以我们看到工业也平稳的向好，这个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industrial output），啊、呃，从五月开呃四月开始重复转正之后一直维持啊、呃、正增长，而且稳定的啊、呃、增速稳定的加快，最新两个月是增长百分之六点九。 由于啊这个啊价格回稳，所以工业利润也从负转正。蓝色这一条线是啊规模以上的工业，呃那个利润的总总额啊、呃、在今年第一季度上半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跌幅，但是在第三季呢已经开始看到那个跌幅收窄，而且营业收入呢也从啊负转正。 如果单看十月份啊、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是大幅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增速比九月份加快了十八点一个百分点。所以未来呢，啊、呃，一些工业企业的利润啊、呃，会开始慢慢的改善啊，从负呃,呃负增长变为正增长。 另外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呢，就是消费啊，呃，这个通胀。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通胀，随着那个猪肉的价格的回落，还有所谓的“六稳六保”这两个政策啊的推推行，所以呢，这个通胀。 啊啊、呃呃，持续的回落。从今年一月的时候，那个蓝色是啊、呃、CPI 啊、呃，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曾经啊、呃、升幅超过百分之五，但是最新呢已经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猪肉的价格啊、呃，在连续上涨十九个月以后，首次出现下降。 啊、呃，另外就是工业的通缩啊、呃，暂时没有进一步的恶化啊、呃。这个是 PPI 工业生产者的出厂、呃、价格啊、呃，黄色这一条线呢，就是跟啊、呃、每个月跟上一个月比较，蓝色是跟去年同期比较。所以最新的啊、呃、工业出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啊、呃、都是大概按年下跌百分之二左右。 左右啊，总体是表现平稳的。那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表示，物价形势总体可控啊，暂时不存在长期通胀或者是通缩的这个威胁啊，没有通胀或通缩的风险。那呃，展望未来，我们要看那个官方的和财新中国的。 啊、uh,，PMI 采购经理指数，那呃，昨天呢就呃公布了官方的制造业 PMI，啊、呃、是继续的啊、呃、改善。十一月份的啊、呃、官方制造业 PMI 是五十二点五五十二点一，1, 比十月份上升了零点七个百分点，而且是连续九个月，从今年三月啊、呃、到现在一直维持在五十。 啊，以上就是扩张区间啊。另外，财新呢今天也公布了啊啊，十一月份这个我还没有 update，因为是今天刚公布的。十一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的 PMI 是五十四点九，比九月份上升了一点三个百分点。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五十四点九呢是创了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以来的，就是十年啊，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财新中国一般访问的是是中小企业，官方的访啊啊访问的是国有企业。所以如果连财新中国的 PMI 都有啊这样好的表现的话，那代表啊那是中小企业对明年的那个啊前景呢？ 啊，看的是相当的乐观的，这个是制造业的一个啊情况。那非制造业啊、呃，也看到呢，就是啊上升到百啊五十以上。我看没有这个非啊这个服务业的啊非制造业官方的去，昨天也出了最新的一个月的数据，是上升到五十六点四，比十月份啊升了零点二个百分点。 继续的改善，而且连续九个月处于从三月到现在处于扩张的区间。财新中国的今十一月份的服务业的 PMI 还没公布啊，但是刚才提到就是制造业的创了十年的新高，所以对于明年二零二一年，我们啊对中国大整体的经济的表现是维持乐观的，除非。 有再有大规模的啊、呃，这个疫情在大陆爆发，但是暂时这个风险看来不高，而且啊、呃，明年如果有了这个疫苗推出以后，啊、呃，疫情再出现大规模爆发的风险也会有所下降。好，呃，至于呃中国人民银行啊、呃，我们预计啊、呃、未来会保持一个。 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且会维持灵活适度的啊、呃、这个灵活，啊、呃，因为呃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咨询报告提出，不会让市场缺钱，就是不让市场啊、呃、不够啊、呃、不够钱，但是也坚决不搞大水漫灌，也不会大量的。 印钞票啊，像美国、欧洲那样大量的量宽啊，所以人民银行呢是啊吸取了二零零八零九年那个时候啊啊用那个啊，因为要刺激经济啊四万亿呃、啊、这个刺激经济方案。 造成那个啊、呃、货币的供应大幅的增加，所以后来呢，你看到零七零九年以后啊、呃，人民银行呢就大幅调升那个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黑色这一个呢就是 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就是商业银行要放在央行里啊、呃，把它的存款啊、呃、的一部分放在央行啊、呃、那那里，不能不可以。 贷出去啊，通过提高存款贷呃呃呃这个呃 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 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呢，就可以控制贷款的增长。所以在二零一一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最高峰的时候，那个人民银行的存款呃准备金率是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就是如果商业银行有一百元的。 啊，存、呃、款他要放二十多元在央行里面，不可以贷出去，可以贷出去啊，只有啊七十多元啊。但是经过过去几年，我们看到那个啊、呃、reserve requirement ratio 慢慢的下调，现在大概是调到百分之十三左右啊。呃 估计短期，因为呃中国经济是啊、呃，我们看到第三季度增长百分之四点九，而且很多指标都啊、呃、预示经济会维持稳定，所以我们不认为啊，让、呃、人民银行未来会大幅度的降准，就是降低那个存款准备金率，或者是降息的机会也是啊、呃、相当低的。 但是人人民银行会用什么的手段、什么工具去啊、呃、调节市场的流动性啊、呃，不让市场缺钱，但是也坚决不搞大水满漫灌呢？就是用公开市场的操作啊、呃，那个 open market operation 啊、呃，通过采取逆回购啊、呃，那个啊、呃、reverse r i p p l e 还有就是。 MLF 啊，今天又呃，昨天又做了那个 MLF 啊，他们说这个是麻辣粉啊。其实 MLF 呢，英文它是 Medium 啊，Loan Facility，就是中期借贷便利的一个缩啊、呃、缩写，但是大陆呢就呃呃呃,呃称之为麻辣粉啊，通过一个投放资金去维持市场的流动性。 还有啊，保持这个市场利率啊水平总体稳定，所以我们预计年底前降息降准的啊机会都不高。但是不需要，我们认为啊，现在中国经济啊基调不错啊，不需要通过降准或者是降息去刺激经济。如果需要的话，人民银行是有这样的一个工具，也有这个空间和条件啊，去继续的。 啊、呃，刺激经济。另外一个啊、呃，我们认为对 A 股跟港股都是有利，就是人民币对美元啊、呃、的强势。呃，从这个走势图我们看到啊、呃，人民币最弱的时候差不多是七点二人民币兑一美元，在图表啊、呃、技术上就形成一个双顶啊、呃、两次。 贬值到七点二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贬值，而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呢是啊、呃、大幅的升值的，从七点二升值到六点五左右啊。原因呢就是啊、呃、国内国内外的经济，因为欧洲、美国的经济还是啊、呃、疲弱，但是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经济第三季度增长百分之四点九，也是。 主要的经济体里面啊、呃，有录得正增长的一个啊、呃、主要经济体，所以经济强啊、呃，人民币的汇率也跟着啊、呃、升值。另外就是政策间的分分化预期，刚才我提到人民银行没有机遇去降息，因为一般来说如果降息的话，会啊、呃、对那个货币的。 啊，那个吸引力会啊下降，而且会啊为为货币的汇率带来压力。但是人民银行它没有这个减息的需要，所以呢也解析了为什么啊人民币啊的走强的一个因素，就是货币政策的中国跟啊外国的货币政策的啊的分化。另外就是美元最近也是。 啊、呃，弱势的啊，那个美元指数跌破了九十水平，所以呢，人民币也啊呃变、呃、得强势。未来呢，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不过呢，啊、呃，今年以来已经升值了那么多，所以在大明年在大幅升级的空间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小。我们预期未来会有一个双向的波动，就是。 啊，不会一面倒的单边的升级，可能有一些时间它会略微的回软，略微的贬值。那我们估计明年人民币的波动区区间是在六点三到六点七对一美元的这个区间里面波动。好，啊、呃，刚才已经跟大家啊。呃 简单的啊，分析了呃中国的经济啊回顾和未未来的展望。那呃最近中国政府提出的双循环，它是呃一个呃什么有什么含义呢？啊、呃、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的循环，就是其实双循环就是。 国内的大循环和国际的大循环，就国内跟国际啊双循环互相促进的一个新发展的格局。那在啊、呃、发展国内大循环方面，我们觉得中国是啊、呃、很有条件的，因为去年中国的啊、呃、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总量已经接近一百万亿人民币，人均的 GDP 也突破了一万美元。 现在中国拥有一亿多的市场主体，还有一亿七千多万啊、呃、受过高等教育或、啊、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超过四亿的中等收入群体 （middle class） 啊，呃十四亿人口里面有这些啊、呃、中等阶阶阶阶,阶层啊，还有啊、呃、一亿多的高等教育的人士。 所以呢，这个内需的市场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另外，双存环呢也啊、呃、强调要进行技术的创新啊、呃，提高产业的竞争力，还有制度的创新，提升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所以啊、呃，未来我们还是看好一些消费股啊、呃，就是有内需的概念的一些股份。 而制造业的股份也会啊、呃、跟着啊、呃、受惠。另外，但是啊、呃、由于季度创新呢，这个就小心一点。因为最近，比如说啊、呃，阿里巴巴的股价跌了不少，就因为除了蚂蚁啊、呃、，N Financial 是啊、呃、暂停上市以外，另外一个不啊啊、呃、负面的因素呢，就是反垄断发对电商的反垄断发。 啊，所以呢，未来我我们的预期是，啊，中国政府在很多的啊领域都会啊加强那个监管那个规范啊，除了电商以外，比如说最近以前很红的很火的 P2P P, 这个网上贷款网贷啊，现在也啊已经受到很严格的规管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对股票来讲呢。 啊，是有 pros and cons，有好也有也有不好。好的就是，如果啊、呃、这个规范啊加紧，呃、会把一些啊、呃、淘汰一些啊、呃、不好的啊、呃、不良的营运者。对投资的市场来说，可以减少竞争，而且呢提高那个啊呃呃监管的那个素质。 但是不好的短期，因为那个呃政策的出台啊、呃，可能会造成一个不明朗性的、呃，像阿里巴巴受电商反垄断发啊、呃、一一一出了啊、呃，它股价就啊、呃、带来一个沽售压力。所以这个我们看法是啊、呃，短空长多，短线可能啊、呃、不啊啊、呃、不太有利，但是长线啊、呃、长多啊、呃、长线是对啊、呃、市场的发展是。 啊，利好的，好，跟着我们看看啊，过去今年以来 A 股跟港股走势的回顾啊，呃，年初以来上证综指其实表现不差，累积了上升了百分之十一点七，这个是到上星期五的那个收市啊、呃、指数啊十月二十七日。 啊，uh, 我们看到这个走势图，现在啊，uh, 上证综指呢是是啊、呃，处于三千二百点到三四六零之间，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啊一个走势。如果能够突破三四六零这个长方形的底部，那我们认为未来啊啊会展展现 A 股会展现啊升势啊这个上升浪。 啊、呃，向上的目标分别是三五八七、三六八五到三七二零，但是啊、呃，如果 A 股是啊、呃、跌破啊上证综指是跌破三千一百五十点的话，那跌破了这个长方形的底部，那啊、呃、技术走势就啊、呃、不好了啊，就受到破坏啊、呃，就啊、呃，但是我们预计未来，其实今天呢。 啊，那个上证综指有升到三千四百五十多，我我想年底前呢，上证综指突破三四六零这个长方形底顶部的机会是很大。那如果大家看好未来啊，看这些目标啊，看可以升到三五八七三六八五三七二零，那可以选择一些在香港上市的 ETF 啊，A 股 ETF。 呃，这里有两个，一个是南方 A 五十的二八二二，买入的价格是十八港元，目标我们看二十点五港元，只选是十六点五港元，这个是 A 五十的一个指数 ETF。另外，如果大家选啊、呃、选择啊。呃 沪深三百的啊，呃，就可以啊、呃、考虑华夏的一个沪深三百的啊、呃、ETF，股票代号是三幺八八三一八八，买入价是五十七点五港元，目标六十四点五港元，止损是五十五港元啊。这个是我们对啊、呃、A 股上证综指的一个看法。好，恒生指数呢？ 啊，还是今年以来还是下跌啊，年初以来呢是跌了百分之四点六，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跌幅是啊收窄。之前我做啊两三个月前我在做那个啊线上呃呃、啊啊、讲座的时候，那个跌幅是超过一成的，因为在过去两个月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追上。 啊，从两万三千点上升到现在大概两万六千啊五百点啊啊，那如我们看啊、呃，最近啊、呃、出现那个移动平均线的。 黄金招交,交叉就是啊，十、呃、天跟二十天线已经升回两百五十天线以上。你看过去一段时间啊，这个红色的是十天移动平均，移均啊，平均移动线啊，ten day moving average。绿色是啊二十天的 twenty day 的 moving average。在过去一段时间呢，是一直都在两百五十天线以下，那个就代表啊那个。 啊、呃，大势走势是啊、呃、偏弱的，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两个黄金交叉，就是时间线跟二十天线已经升破了两百五十天线，像啊、呃、今年啊呃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的时候，曾经出现这样的一个。 一个走势，所以未来我们还是看好港股啊、呃。未来的目标分别是看两万八千零五十五点，这个是今年二月的高位，然后再上再啊、呃、往上的一个目标是两万九千一百七十五点，现在是两万六千五，所以往上看还有大概一千五百点到啊两千。呃 2, 啊，六百、呃、点，呃，这样的一个上望的空间，啊、呃，止损位如果跌破两万五呢，那啊、呃，走势就啊、呃、不好了，啊，就啊啊、呃呃、破坏了这个啊升、呃、势。如果看好恒生指数，选选择 ETF 一个指呃在香港上市的啊、呃、ETF 呢，可以选择啊、呃、Tracker Fund 盈富基金二八零零。 建议的买入价是二十六港港元啊，初步的目标啊二十八点五港元，止损位是二十四点八港元啊，这个是恒生指数我们的啊预期未来的目标，还有那个啊买卖的建议建建议。 另外，恒生科技指数在今年七月推出以后啊，也是市场关注的啊。三十只都是那些啊科技股啊、新基新经济股啊啊，里面有腾讯啦、啊、阿里巴巴啦、啊网易啦，还有啊 Netease 啊，还有京东啊等等啊。所以，如果你买这个指数，就是买了一篮子的啊那些龙头的科技股。 啊，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也留意到这个科技指数 h a n s e n Tech Technology Index 啊，是形成一个长方形的走势，基本上是在六千九百点、六千九百点到七千九百点之间啊，长方形的走势。最近呢，就升破了这个七千九百点的长方形的顶部，所以。 啊、呃，我们的看未来的量度的上升目标是八千九百点啊啊、呃，如果继续上上的，那我们维持这样的一个。 啊，看好的预期，但是如果跌破六八六零的话，那就啊会破坏了这个跌破长方形的走势的底部，就走势就啊变得不乐观，所以啊不能啊跌破六八六零啊，未来我们看的目标是八千九百点。如果大家看好啊恒生科技指数的。 前景，我看最近啊，新加坡也公布会推出恒生科技指数的 ETF 啊，所以如果你不要啊买在香港上市的 ETF 啊，那个恒呃、啊、Technology Index 的 ETF，你也可以在新加坡啊买在新加坡上市的那个科技指数的。 ETF 啊，香港的选择是三零三三，这个也是最大最活跃的一支啊 ETF 啊，南方啊资产管理公司啊啊啊管理的恒生科技的 ETF，买入价我们建议是七点七港元，目标我们看八点八港元，止损位是六六点八五港元，OK。 另外可以跟大家讲讲，除了买那个 ETF 以外呢，啊，投资者看好恒生科技指数，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可以买它的期货和期权啊，呃、啊、，futures and options。因为最近呢，啊，恒生啊，叫港交所就推出了啊，technology index 的期货和期权啊，那个代码 HKGS 的代码是 HTI，啊，合约的这是合约的呃。啊 啊的细则四则四折啊，每一个指数点是港币五十元，最低的价格波幅是一个指数点。然后它的合约月份呢，就有当月啊，下个月，然后是之后两个季度的月份。比如说现在是十二月，现在开啊，在市场上买卖的啊恒生科技指数期货呢，就有十二月的合约，明年一月的合约。 明年三月跟明年六月的两个季月的季度月的合约，一共四个月，呃，四个合约可以选择去买卖。开市的前的时段是上午八点四十五分到啊九、呃、点十五分，可以做一个竞价。然后呃，中午的十二点三十分到下午一时整是开市前的时段。 交易时间是从上午九点十五分到中午十二点啊、呃、正，下午一点到下午四点半。然后呢，还有一个啊、呃、延长的交易啊，就是我们叫夜期啊啊，香如来香港的朋友都去呃试过那个。 啊，呃，夜宵啊、呃，那个点心啊，呃，晚上吃点心，所以这个恒生指数期货也像那个晚上吃点心一样，从下午五点十五分到凌晨三时正也可以买卖啊、呃，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的期货，OK？啊、呃，最后交易日就是每个月最后第二个营业日，呃，是最后交易。 而最后的结算价呢，就是在最后交易日当天啊的平均的平均数，那个价格的平均数。这个平均数是怎么计算呢？就是每五分钟的那个每隔每隔五分钟的指数点啊，然后去算一个平均的啊指数值，就是最后的结算价啊。所以这个是恒生科技指数。 期货的一个买卖的啊、呃、内容，好啊、呃，讲到这里，我又想做一个啊、呃、polling，一个意见调查。那我们刚才提到新经济股、旧经济股啊，new economy stock、old economy stock，那你会比较看好明年？你会看好那一种呢？新经济股 A 还是 B？旧经济股还是两者？你都看好？两者你都会选择？ 啊，请投票啊！我们给十秒大家去投票，让啊我知道你们的一个啊取向。好，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完啊，完结。 好，我们看看那个结果。我猜啊，我猜猜中了。我认为应该是两者都选啊，所以有百分之五十五呢是两者都选的。我我想呃，之前如果我们做做同样的 polling，同样的意见调查呢，可能会比较多人是选新经济股啊、呃，而不会选选两者都选。但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啊、呃、情况是有改变，就是旧经济的。 股份有一个抬头的啊，一个一个情况，所以未来应该我觉得也是两者都选，因为我们明年我们预计是会出现一个新旧经济双轮驱动的一个情况，而不像今年上半年就只是新经济股表现很好。 旧经济股呢，就没人去理会啊，没人要买。但是明年呢，应该是两者都啊、呃，都会有不错的表现。那以下这支指数，我想证明就是旧经济股呢，已经是开始一个啊、呃，一个复苏了啊，一个估值的收啊、呃、收复一个 re-rating。你看这个是工业工业制品业的指数，恒生的工业制制品业的指数其实。 现在已经升破了今年初的高位啊，创出一个新高，所以制造业其实已经开始啊、呃、呈现一个、呃、服啊复苏了，已经跑在前面。但是原材料呢是刚刚起步啊，你看最近呢是钢材啊、钢铁啊，还有铝啊、a l u m、um、i n 啊等等啊，都开始铜价啊也有不错的涨幅，所以我们预计明年。 这些原材料价格会继续的啊复苏，因为现在距离啊一七八年的高位其实还有很还有一大段距离啊，现在啊、呃、应该还有这个原材料的价格还有上升的空间啊，明年。 能源业又比原材料啊稍微落后啊，能源业就包括啊，包括石油啊、天然天然气啊等等。你看啊，其实最近不是升很多啊，反而升的多是啊材料的，比如说铜、酱、啊铝啊。那对于能源，我们是比较中性，因为啊还有一个啊不确定因素就是啊 OPEC 油主。 跟俄罗斯的减产的协议啊，会不会继续的执行，让这个油价处于一个供求平衡的一个状况？那呃，这个周末光刚过去的周末，其实 OPEC 跟啊俄罗斯是开了会啊，确定明年这个产量的。 谢意，但是最后没有达成一个，还没有达成一个啊、呃、结论啊，所以还存在一个不确定性啊，所以我们认为呃，油价明年还会有一定的啊回升空间，但是那个升幅啊、呃，如果跟铜价、钢材、钢铁的价格还有铝价比较，油价应该是相对啊那个升势那个速度会相对缓慢的啊。 啊，uh, 另外银行呢，因为现在经济回稳了啊，所以也预计明年啊，中国的那个 interest margin，就是 net interest margin 那个息差利差也会啊有所啊扩扩宽啊，已经呃、啊、今年已经筑底了，因为之前那个 interest margin 不断的啊压缩啊，影响银行的利润啊，但是现在呢。 有利的发展是明年有利的发展，是我们预期银行的利息差会啊有所扩扩宽，而随着经济回暖，那个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那个 NPL 也会啊下降，所以对于银行内银现在大部分内银那个。 估估值还是处于一个偏低的水平，那个市账率 P book 啊，市净率大概是零点七到零点零点七倍左右，还啊不到一倍，所以未来呢、啊，银行股在估值的收收幅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能啊那个 P book。 啊，可以啊，吹啊啊，升到零点八到零点九倍的这样的一个啊、uh, 倍数，OK？好，个股推荐啊，这次我啊，刚才我们已经推荐了一些 ETF 了啊，包括、啊。 A 股的 ETF，还有恒生指数的 ETF，还有科技指数的 ETF，那还有介绍了啊，如果大家呃、啊、想买卖期货的，也有那个啊 Technology Index 的期货。那今天我们会推荐一个个股啊，这个个股是大家看到这个啊图片。 啊，应该猜到我想推荐的是推荐的是那一个个股啊，这个就是白胜中国，它在啊纽约证券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啊呃、啊、上市，美国的股票代号是 YUMC，就是 Yum China，啊香港交易所的股票代号是九九八七，那 Yum China 呢，就是 Yum Brands 在中国内地的特许许的经营商。 啊、呃，它下面呢，啊、呃，它是活得 Young Brands 授权，它在中国经营 Kentucky 啊、呃、KFC 啊、呃、Pizza Hut 还有 Taco Bell t c e 塔可贝尔贝尔啊在内中国内地的独家营运和授权经营权。除了啊、呃，这些快餐啊、呃、快餐店快餐餐厅，百胜中国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 就是之前的收购的火锅的品牌小肥羊，内蒙古小肥羊。另外，去年他也收购了一家叫黄记煌的。黄记煌是做些焖锅的，就是 stew pot 啊，跟火锅有点不同。但我没有吃过，我估计那个焖锅呢，就那个水汤啊，没有那个火锅那么多啊。这个在全国也有六百多家的啊餐厅的黄记煌。 另外，他们也有一个、呃、中国中中西快餐啊、呃，叫东方既白，这个有十多间啊、呃，不多。还有他自己的一个 coffee brand 啊、呃，咖啡厅的啊、呃，卖咖啡的，就是 coffee and joy 这个啊、呃、品牌。那最近他们也跟意大利一个殿堂级的咖啡的品牌，就是叫 Lavazza 合作，在中国呢会。 开啊拉 a v 的咖啡店，这个是走比较高端的路线。所以，我们看到百胜中国现在它在中大中内地呢，它是有不同的品牌，还有不同的档次啊啊啊，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那截到今年九月底，它在中国大陆一共拥有一万一百五十家餐厅，覆盖了中国超过一千四百个城镇。 啊、呃，今年九月十号，他啊、呃，白胜中国就完成在港交所主板主板二次上市啊、呃。当时啊、呃、，IPO 呢啊募集的资金金额是达到二十二亿美元啊、呃。另外呢，呃，公司也是完成收购苏州肯 e 基的啊、呃、额外百分之二十五股权，股权呢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 另外，因为在今年四月，他们也合并了黄记煌，所以从八月开始，呃，的这个从四月开始，黄记煌的业绩也会并入啊、呃、他的综合的业绩里面。因为今年八月就由于苏州啊肯呃肯德基他持股股权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所以从八月开始也会 consolidate 把苏州。 KFC 的那个业绩合并到他的业绩里面。那最近公司公布了今年第三季度的业绩表现啊，相当的不错。总收入是二十三亿五千万美元，同比增加百分之一。因为啊，虽然那个增幅不是很大。 但是呢，因为啊，的呃,呃,呃，那个经济还有疫情啊、呃、的影响呢，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总收入有百分之一增长也算是不错。经营利润是五亿五千六百万美元，增长八成六，主要是收购了这个苏州肯德基的股权增加了，所以重新的计量收益，净利润是达到四亿三千九百万美元。 增长接近一倍，主要除了经营利润增长以外，就是它持有美团的啊股权啊，那美团在过去九个月股价哇升了很多，所以带来这个投资的收益。另外，我们也看到它第三季度餐厅利润率改善啊，从去年同期的百分之十七点七改善到百分之十八点六。 啊、呃，刚才提到它一共有一万零一百五十家的啊、呃、餐厅啊、呃，比去年啊九、呃、月三十日呢八千九百一十七家呢，是增加了差不多有一千多家的啊。那第三季度呢啊、呃，它是增加了三百一十二家啊、呃，总共啊增加了三百一十二家，而呃呃。呃 从年初到呃九月三十日，它就增加了六百六十家，然后分布是这样，大部分增加的新店都是 KFC、肯德基，增加了二百二十七家，第三季啊、呃、到九月三十日就增加了五百三十四家，披萨喝增加了三十七家，其他包括。 啊，Taco Bell、小肥羊、王记、黄、东方记、白、Coffee a n j o y 还有 La Vasa，加起来呢，就增加了四十八家，所以一共是增加了啊啊这个啊，差不多六百多家的六百六十家的这个餐厅，啊，预计今年他们第四季还会继续的开新的门店，啊，全年的新开门店将会超过。 九百九百家店啊，比六百六十家再增加两百四呃四十家以上啊、呃。之前的目标是全年增加八百家到八百五十家，但呃结果呢是超出的呃之前的目标啊、呃。主要因为呃肯肯德基的门店扩张加快，还有就包含了黄记煌的新建门店。 那啊，开那么多门店，资本开支 （Capex） 方面要支出多少呢？预计是在五亿美元到五亿五千万美元的区间。那个、啊，呃、啊、，Young Brands 白象中国刚才提到，他在香港二次上市募集了二十二亿美元的资金，这个已经足够了啊！他未来两三年的开店的那个资本开支。 好，啊、呃，除了开店以外，白盛中国也是全球餐饮业拥有最多数字会员，就是 digital 啊、呃、members 的公司之一。它的啊、呃、数字的会员在九月底的时候，哇，达到达到超过两亿八千五百万啊，比第三去年同期增加了超过五千万啊会员。 销售占系统销售额比例从百分之五十三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因为如果你是会员的话，可能有些优惠，你会更多的去光顾啊，去用它的啊服务，所以这个占比销售额的占比是不断的提升。另外呢，啊外卖方面的占比也是啊。 不呃，不断的上升，从去年第三季度百分之二十，现在上升到百分之二十八啊，更多是 take away 啊，呃外卖外送啊，呃去消费的。另外，数字订单啊，通过网上下单占公司餐厅收入的比例呢，哇，去到一个百分之七十八，从百分之五十六上升到百分之七十八。 啊，这个数字订单也可以提升啊、呃、它的营运的效率啊，所以这个啊对这个盈利前景是利好的。那刚才提到它上市募集了二十二亿美元，会呃怎么用呢？ 主要是用来扩大和深化餐厅网络，开更多的餐厅。另外就是投资于数字化和供应链，还有食品创新，呃，价值定位提升，还有收购一些优质的资产啊。所以未来它可能还会啊、呃、进行一些收购。另外啊呃部、呃、部分资金就作为营运资金和一般的公司用途。好。 啊，uh, 公司长线的发展目标是这样的：策略性的拓展餐厅网络和餐厅组合，除了数量，可能它会也有不同类型的餐厅。像现在它有墨西哥的啊、呃、那个 Taco Bell，有意大利的 Pizza Hut，还有咖啡，还有中西快快餐，还有火锅，还有焖锅啊。未来可能还会啊、呃、增加其他的。 啊、呃，餐饮，那长期目标要扩展到两万间餐厅，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好它的前景。随随着它不断的开餐厅呢，现在是一万一百五十家，如果开到两万家的话，那理理论上它的盈利啊、收入啊都会啊翻一翻啊翻翻翻。啊，呃、另外他最近也在探索下沉市场的一种。 拓展方啊、呃、模式，因为中国的城市，它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以到五六线的城市。五六线的、四五六线的消费能力比较低啊啊，属于是啊比较低线的市场。但是现在很多的品牌在中国啊的发展发展模式都是先在一二线城市拿到这个市场份额，再。 向下下沉市场的意思就是去攻那些低线的市场啊，四五六线的市场。所以最近肯德基呢就推出一个小镇摩西啊，第一家店呢就在选择了河南的封丘县啊啊封丘县县和去啊啊实验这个小镇摩西。 因为公司也会继续发展外卖业务，那他自己拥有专属的骑手啊，那个送 delivery 啊呃,呃 team 了啊，可以保障外卖的质量和速度。另外，未来还会改善单店的啊、呃、表现，还有开拓新的收入来源。所以我们是看好他未来的那个。 啊、呃，表现那这个是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特别是呃一七、一八、一九这三年呢，它的收入啊、呃、盈利都啊、呃、增长的比较快。这是一七、一八、一九，这是二零年到现在啊、呃，因为啊、呃、受到那个第一季度的疫情影响，所以呢，今年到现在呢，那个。 啊，收入跟盈利是跟去年比较是有所下跌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是短暂的啊，因为那个疫情，明年如果疫苗推出啊，疫情受控，我们估计二零二一年啊，这个是二零年啊，跟一九年会有一个啊下降，有一个倒退。 但是二一年呢，我们估计那个业绩会同时增长啊，二二零一二一年的收入跟呃那个呃盈利，绿色是盈利啊、呃，纯利啊、呃，黄色这一个啊、呃，橘紫色这一个是啊、呃、收入啊、呃，我们预计二一财政年度的收入将会从一九财年的八十七亿七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九十七亿。 九千七百万美元，然后净利润会从一九年度的六亿两千六百万美元增加到八亿四千万美元。那它的股价走势呢？这个是美股 Young Brands，因为它上市一段时间了啊，今年以来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啊，稳步的上升，有一个啊上升的趋势。然后它在九月才在香港上市，所以这个是。 香港的啊呃九九八七这个股价的表现也不错啊，从上市啊四百元以下升到最近是差不多啊四百三十多美元，最高近期呢曾经见过四百六十啊美元以上的啊啊、呃、港元，sorry 四百啊六十港元以上。那如果看好的话，最近它有一波的调整。 刚好我们认为呢，就是一个买入的机会啊啊，把握它的调整啊回调去买入。我们建议的买入价是四百二十八港元，目标价看五百四十五港元，止损位是三百九十港元。呃，五百四十五港元大概是我们相当于我们预测它二零二一年每股盈利大概是两美元的。 啊，三十五倍的啊，这个啊预测市盈率，相对于香港上市一些啊中国的餐饮的啊公司像，像啊海底捞啊，大家应该也很熟了，很熟悉的，还有九毛九啊，或者是扎布扎布那些 PE 都非常高，呃、啊，差不多差不多啊。 超过一百倍的 P/E 啊，所以它我们的目标价给予五百四十五港元，相当于二零二一年啊呃三十五倍的预测市盈率，其实相对是啊属于不高的啊。好，呃、啊，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啊，希望啊可以。 给大家未来呃投资港股跟 A 股方面呢，有一个啊、呃、参考的啊、呃、作用。如果大家想收到飞利的资本新加坡关于股市资讯啊个、呃、股研报最新促销信息，还有在线咨询咨询等等呢，都可以。 啊，扫描我们这个 Q R code 啊，惠利证券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可以收到刚才我提到的股市资讯、个股研报、最新书销，还有在线资讯等等。啊，谢谢大家今天啊收看我们的这个网线上的讲座。希望在啊，大概我们是每个季度会做一次啊普通话的讲座。 啊，还有英文的讲座，下次呢啊，普通话的讲座应该是在明年三月了啊，二零二一年三月呢就会跟大家见面。这里呢，最后我啊，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啊，那个疫情又加剧啊，所以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啊小心健康啊啊，保持这个身体健康，而也提前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呃、啊、圣诞节。 和新年进步，谢谢大家。